握鸡蛋砸核桃。现在正式开始。第一个没成功，好，一个，哎呦，两个。其实这个要求它的劲儿要特别的匀，稍一用劲儿鸡蛋就碎了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好的，七个，八个，我们争取十个，好，九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啊，十全十美。好的，十个，再来一个，还要超越一个，好了。好了，现在不重要了。十个就已经。现在重要的是这个鸡蛋到底是生的还是熟的。你给我们打开好不好？哇！是个生鸡蛋哈。